日前，霍思燕带着哼现身机场，她身穿条纹上衣，搭配热裤走休闲风，长腿纤细，辣妈范儿十足。她一手提包，一手拉着行李箱，妈妈力十足。穿着一身黑色 T 恤短裤的哼，则一脸呆萌坐在行李箱上，嘴里十万个为什么操心不停，十分有趣。到了证件办理处，工作人员把哼从行李箱上抱下来，哼很社会地喊了一声大哥。对，下来吧。大哥，哎，这个你误会了啊。之后就爱玩，本心不改，一个劲儿的要玩具。玩具呢？一心追着玩具走的他，跟着工作人员到了登记办理处，调皮上线，还差点摔倒。果然是好动不为一美呀。之后玩了玩具的恩恒又变身段子手，自导自演情景剧，瞬间逗笑霍思燕和工作人员，简直不能更可爱了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